Hi, my name is Kaiwan。今天呢，要来维修一下我们的 FPV 穿越机的部分，因为我们炸机了，然后我们后面图传天线就直接断掉了。那当然，我可以直接就换一个原本一模一样的超细的那种天线，但是我觉得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该换不同的图传天线，让它变得更稳、更坚固？就是你摔炸机啊，或者是你让它翻过来的时候，你不会很轻易就把它折断这样子。所以我就找到了这个 MMCX 转 SMA 的接头，那我们就可以接平常我们这种图传挖镜上面的这种天线，这种就是非常耐凹，感觉也不太会什么翻跟斗就给它折断之类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想办法把这个神奇的组合装到我们的这个 Gap RC Synlog 35上面，那我们就直接动手玩玩看呗。 OK， 那我们先把我们这个图传的舱门打开，那我们就可以连接我们的 MMCX 到我们的图传上面。我们先把它想办法把 MMCX 转 SMA 这条线接到我们图传上面，然后再看看到底我们要怎么接我们的天线，然后要把它固定在什么位置上面。 OK， 一个清脆的咔嚓声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转接线装到一个神奇的位置，这就是在我们电池旁边。那我想说，我们试试看，那待会我也试着把电池装上去看看到底会不会撞到啊，或者是压到这个线。那我们待会也要想办法把这个转接线固定，不然很容易就给它绞到叶片里面，希望不要又被绞断之类的。 OK， 所以我现在接一接，看起来有一个更好的位置可以装这个转接线的地方，这里有一个小洞，刚好就可以从这里出来，然后就可以装我们的 SMA 天线。我们试试看，那我们就再把它分解一下，重新拆装一下。OK 啦，看起来还不错嘛。好，所以我们就用最土炮的方法，就是用一个束带，因为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固定方法啦，我们就拿一个小小束带把我们的这个转接线绑在这个洞口，因为如果我们从这个洞口出来，刚好线就是差这么一点点，就是有地方就是没有办法关起来啊，就是线就是差那么一点点的长度，那我们就直接把它外露在外面，然后把束带把它捆起来，这样子怎么撞它也不会被叶片绞进去，然后我们的天线可以装一个 SMA 的天线，这样子。哇塞，超赞！我们直接来试试看，到底我们组装有没有成功呢？还是哪里有问题？我们直接接图传看看。哦，看起来是有装好哦。我们直接走到房间外面看看，到底图传的这个天线有没有装好？如果没有装好，应该走到房间外面，它的讯号就消失。OK 啦，看起来是顺利安装成功。那我们再想办法把我们这个电池跟这个束带的位置调整一下，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状态，它的束带就是我们的束带，对，没错，束带跟我们电池稍微有一点，就是这里有一点撞到，就是让电池没有办法平稳的躺在那里。那我们就再看看，稍微调整一下这个束带的角度，然后这个天线的角度，然后尽可能的让电池可以平稳的躺在那个防滑垫上面，因为你这样翻滚飞来飞去，很有可能电池就飞出去之类，所以电池要尽可能的躺在这个平稳的防滑垫上面，然后把它绑紧，它才有办法固定电池，完美状态。我觉得这样算是升级吗？就是一个摔机后、炸机后，然后小小的改装，然后升级啦。你看这样子 SMA 天线，这样好用太多了吧，而且它的高度看起来有比原本还要高，所以我们讯号理论上在飞行的时候应该也会比较好，不会被电池跟 GoPro 这样子容易遮挡掉。然后如果要换的话，你也很容易找到这个 SMA 天线可以换，整个就是超赞的状态。这样子反过来，哇，真的这样子反过来炸机啊之类的，这个天线理论上哦，它会松掉。如果把它锁紧的话呢，它理论上炸机翻过来这样子压到天线，理论上这个天线不会发生什么事，它除了位置可能会
角度可能会稍微改变，就是可能往下、往上一点点，往左、往右一点点，但是也不会影响太大，就是你的影像还是看得到啦，不会因为你往下一点点，你的影像就整个断掉。那旧的那个天线是直接会天线断掉，被炸烂，就你完全影像就会消失这样子。这是我们今天的 Gap RC Sync Log 35的小小改装分享影片。那当然喜欢这影片，按个赞，订阅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。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摄影相关的 playlist，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。Okay, my name is Kai Wan, and I'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. Bye bye.